影院的歌还挺好听，这儿扭蛋机真的上瘾，哪个都行。内心其实最想要迷豆子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呦，我的手气，太紧张都不会拧了。电话来了，电话来了。谁呀？是谁呀？他，迷豆子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迷豆子。哇塞！当时激动坏了。这里夹的是扭蛋，包装太严实。自己挺美，哼着小曲，不知接下来结果很意外。真不是他问，是真的难打开。质量就是不一样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噔噔噔噔，我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猪。我看这头。哎呀，蜘蛛啊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可以，咱们没有他。开始自我安慰。我再来一次吧。看看你的手气，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这么想啊？后来知道，因为猪猪头套才大。直接打开始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豆子？那不是太正狼。太正狼。想说有空咱挂个眼科吧。